我们今天要整理房间，刚去看一眼，非常乱，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。床单在我脚底下。不要换床单吗？昨天你都睡过床了吗？他很适合当店长，因为他就是很会指使人的。那你需要我上去帮忙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两个现在这样非常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懂清楚解释。哦 ，OK。Yeah！ Oh my god！ 差一点就被你一击打死了。Oh my god！